That's Cece.正式跟大家记录一下嘉哥的一个月。这一次嘉哥出门呢，要出差一个月，整整一个月。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不定时的记录一下这一个月嘉哥会干些什么呢？会发生些什么呢 ？Let's see see。第一件事情，看到了丹姐在那猛啃一个老北京鸡肉卷，让我们一起共同度过这一个月吧。嗯，好可爱。女士们、先生们，根据北京市防疫工作统一部署和要求，所有进京人员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这视频了，嗯，看不到成果，可以看到。你的手太抖，那怎么？好了，够了。可能不太指望你录制呢。今日的北京日落像一个阶梯一样，你快看，你快看，快看！哇！闭眼了，这个哇，是好神奇啊！真的，从我的镜头里看着像个阶梯呢。今天又遇到了天空的美，真不错。今日跟好友的聚餐。这是一个，这个叫什么？钓鱼大神，钓鱼大神，钓鱼大神。哎，这不是跟我一块买的帽子？对呀、啊。哦，我才发现。什么帽子啊？你在上海买的。然后第二个好友，在研究钓鱼大神的帽子。视频还是相机啊？这是视频还是相机？相机，它是相机，它是相机。照片。然后第三个好友，没想到，没想到第四个好友，我脑门好亮，我看我的脑门怎么那么亮，反光的都，真不错。我只是碎片形式的记录一下我出差的这一个月。你是出差吗？对，我真的就是在外面要。你不是来找我们的吗？对，我是特地来找我、就是。你是特地来找我们？我是特地顺便不是，我是特地来找北京，顺便找他们。什么东西？然后写上32颗钟。啊？要签名吗？想要签名，签名那不就知道都是我画的？签的隐藏一些。可以。OK 啦。看好了，再放出来点，再放出来点。没有办法，一边泡这个东西一边控制表情。网上没有那种教学的吗？有教学，就是这样。哎，好，对，教学就是眼睛会，就是这样。我要练一个这个技能，这是我的杀手锏。喊我的喊。补充维生素 C。没事，我这里尝一口。镜头吃了呀？甜吗？哇，这个橙子真的不错哎。好的。最后一口。好。再来一点。这样劲儿的人，太子品牌大使孟佳，并诠释了独树一帜的风格。东方既白，热浪来袭，让我们今天晚上也一起迎接属于孟佳的。
哥孟佳，很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非常期待孟佳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的开场秀，欢迎两位，谢谢，有请来到主舞台合影留念，欢迎入席。今天是离开这一个月出差的第一个城市北京的一天，北京这两天都不表扬一下，真的天特别的蓝，云特别的白，人特别的美，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嘻嘻。这一次北京的表演也非常的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东方的舞台，然后我们要奔赴下一个城市，下一个城市就是长沙。完了，没电了，电池没电了，怎么办？我没有带充电的，充这个电池的那个充电器。你的未来那个视频到此结束。好了，没有电了。我们离开北京的这一段就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个城市见。你们怎么都关灯了呢？隔半年踏上了上海，踩到了上海的地，走到了上海的机场，闻到了上海的气味，已经到上海啦。久违的外滩 ，Ladies and gentlemen， 久违的外滩。看看我今天的 all black 的 fashion， 今天是一个帅哥耶、yeah。好做作。我们现在准备吃个饭，我的工作人员都已经饿得不要不要了。好了，我们一会儿吃饭见。抱歉，我已经动口了之后才开始拍。是一家韩餐店，口味非常的不错，给大家表演一个嗦面。太素了，我的天，何止素，都是油，我的脸上满满的油。没事，没关系，给点拍，我不怕，反正也是长这样了。啊，又油了啊，我的脸就可以甩开。大家好，我就是金蝉本蝉，放大招，圈圈，怎么说，帅不帅？我就说你很适合这一套吧，我看到那个人，我看到 PPT 的时候，我就说你很适合，你就是一个黑子，就是黑子本黑。你这是黑子本黑，我的天！天啊，太好笑了！你看，哎，你这个面具挺好，都看不到你的眼睛。是啊，太好笑了。这个真的很好，完全我感觉面具融在了你的脸上，是不是？小强，哪里？你知道吗？看到了，真的是。现在上海的温度是26度。我的脸已经可以炒菜了，好油。
站，跟我有一个错过的。哦，早安上海，早安上海。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很好看呢，太美了。今天应该挺凉快的，我要准备去跑步了。其实起来的有点晚，然后现在去跑个步。我们跑完步见。跑步 over。今天一早醒来就去跑了跑。今天好像是有台风的上海，给你们看一下。今天我运动的时候就看到外面的风很大。起床，开工了，同志们！来一个小小的吃播，给大家看一下，喝一个小米粥。小米粥，喝到了一股喷头发的这个发酵的味道。吃一个小饺子，吃东西一定要细嚼慢咽，你的胃它就会更好的去消化它，然后更加不容易胖。充分的给他一个咀嚼，咀嚼嚼。今日份的广告拍摄完毕，该瑞的顺利，现在结束的很早。这个团队非常的棒，因为说4点左右会结束，真的4点左右就结束。早上吃了2个饺子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所以有点饿了，想要去吃饭，回酒店就可以吃饭了。回见。没想到在去往杭州的高铁上还可以看到如此美丽的晚霞，好美啊！感觉最近总是看到漂亮的天空。今天我真的很邋遢，我现在正在跟你们对话中。哎呀，好美啊！今日的杭州有好多好多人，西湖边超级超级多人，因为今天大家都出来赏月，这边今天可以看到月亮躲起来了。吃完外卖发现月亮它出来了，今天大家都是在西湖边看着它呢。亮度调低，看一看我们的月亮，云过得好快哦，还是很有感觉的，真漂亮。早上好，今天又是一个开工日，今天是一个早起开工日，6:14扎个前八钟呢。今天的开工那么早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去吃早餐，昨天晚上我录完节目之后跟我们小时的伙伴们一起去西湖进行了一个散步的大动作，因为真的吃太饱了，昨晚上给我撑的呀。录完节目换了衣服，二话不说赶紧冲往西湖边。我们工作室最近非常的卷，就是一个大家都去健身的大动作。看来我去认真化妆了，goodbye。
果果祝你生日快乐。点几个蜡烛？六个，因为我六岁。哎呀，你六岁呀、啊？我来给你点。蜡烛呢？你想？哎呀！啊！你别吐出来、啊，吐出来，快插上去。插不上了。没有开哦！救命！你怎么突然拆了呢？我打的不到，多捧场！你还没许愿望啊？你要把你等一下，别打！嗯啊、许愿望吧，他也太虔诚了吧！说呀，要有两个愿望要说出来，雨果果，说出来吧。你想想，你就公开一个吧。我最喜欢第二个喜欢的，那我就说出来呢。啊，你说吧，可以，你说吧，分享一下你的。嗯，我们都想听一下，说出来就实现了。是什么愿望？我想让爸爸和妈妈和我可以活到100。哇！天哪，我要哭了。还有呢？还有呢？只说一个。好的，可以可以。你在这儿，给你跟皮卡丘拍张照，快。皮卡丘啊！哎，等一下，多美！这个你没带呀？比个耶！比个耶！皮卡丘耳朵美呀！来，准备吹蜡烛吧。怎么可以？3、2、1。祝你生日快乐！